好久不见，我们相约今天，一起笑看冷暖人间。富贵如云烟，沧海一变桑田，只有甜言蜜语还留在耳边。每当想到明天，每次回首从前，总是让人感慨万千。止不住的思念，挽不回的改变，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。爱真假难辨，情怎么考验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爱不必缠绵，情不求永远，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。爱真假难辨，情怎么考验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爱不必缠绵，情不求永远，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。爱的世界里好似神仙，蒸好了，来烤猪吧，啊！喂，老兄啊，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带我回去啊！我爹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那，才可通神，半头猪卖这个价钱可以了吧？啊！哎呀，你不知道了，我爹他不喜欢我跟你在一起，他要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啊，他……别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就算你爹把你养育成人，但是你在他店里当奴才，被他打被他骂十几年了，天大的恩惠也该还清了吧。啊，谁说那个店是他的？不是他的。喂，那是你的吗？那当然，那是我亲生父亲的产业。哦，他只不过是我们店里一个伙计，我爹死了以后，他老婆也跑了，还留了两个儿子。他对我娘欢言巧语的，我娘想一个人撑这个店也蛮困难的，就改嫁给他了。谁知道他只管喝酒赌钱的，两年不到我娘就被他气死了。那他不是反过来当老板了吗？你怎么不找他理论呢？我见了他我心里就发毛，我哪敢讲半句话。哎呀，你不说我替你说去啊。哎，别惹麻烦了。哎呦，反正在城里也不会待太久，别去惹他了啊啊！拜托拜托！哎呀，你这个人呐，就是前怕狼后怕虎，才会给人家占便宜。哎呀，别提他了。对了，这里就是你初次跟那个姑娘见面的地方啊？是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看到她的时候，漂亮的跟仙女似的。那时候啊，她就光着脚丫一直在河边玩水，然后在她手上有一只小鸟，叫做翠儿的。哦，我就一直看着她，我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她。哎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哎，岳云轩呢？什么岳岩轩呢？哎呀，就是那个全省最大的脂粉店，所有的姑娘都到那儿去买东西。真的？哎，那还等什么？咱们走吧。哦，哎，不行，那个猪还没烤啊。哎呀，别烤了，钱都付了嘛。不会来了，我们走吧。反正我们人都来，再等一会儿好不好？啊，
我连躲，我叫你送半条猪，你搁哪去？是不是坏东西吃了啊？哎，爹，钱在这儿。周老板，你说，等了你半天没送去，你到底送了？哎呀，好了，是我买下的，行了吧？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是啊，是我怎么样？我当然，你有钱，我哪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对嘛，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说，我哪里当然是没什么办法，但是我对我这个小子都可以。哎，你怎么还这样？我跟你说，我叫你送货。 你跟这个小兔崽子鬼混啊！没有啊，爹，没。爹，我不是你爹，我真的是你的好了吧？啊！你既然知道不是他爹，你凭什么这样折腾人家儿子啊？哎，你我怎么样啊？老混蛋，他娘年轻守寡，就甜言蜜语骗了他娘，是不是？还躲了人家老子的家当，又把人家娘气死，还把人家儿子当牛当马一样使唤，一不高兴就又骂，你收东西。 我告诉你啊，天下虽大，在阵中恬不知耻，恶人还没有几个。哎，各位乡亲，看住啊！各位乡亲，你们大家来评评理，看看到底谁是谁非？看住啊！臭小杂种啊！你竟然跟别人说老子是是非，你给我干什么啊？你还想要动手啊？你们这群明辨是非、英勇不凡、仗义直言的乡亲，当什么？当白痴吗？他们会对你恶行视若无睹、袖手旁观吗？不会的。 老乡们，给他去伸一听听！臭小子，你好，你给我记住，咱们就走着瞧。哼，你们跟我走。哦哦，哎，你还要跟他回那个狼虎窝去啊？那怎么办啊？跟我回去啊！我不会让我的朋友被他当牛当马的。好，哎，你干什么？还不滚？ 小杂种，你又怎么了？永远不要回来！哼，你滚吧你！没事，我别怕，走，走吧，走。啊，让让让让啊！谢谢。喂，你干嘛还愁眉苦脸的？哎，你不是还记挂着你那个禽兽不如的后爹吧？我想过了。 还是回去向我爹赔个不是好了啊！哎哎哎，你疯了？你苦头还没吃够啊你？不是啊，你不明白啊！你这会儿你还可以照顾我，等你回乡了，我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放心啊，你年轻力壮，饿不死的嘛！哎呀，我除了有点力气，我什么都不懂啊！不不不，听我说啊！你不要让那个老乌龟蒙蔽了心眼。你看看你，眉清目秀，昂藏气质，怕什么饿不死的？真的。 不行啊，那好吧，我回老家为带你一起回去，可不可以？哎，不过跟你说，你别谢我谢太早，我爹他是个守财奴，他虽然疼我，可是到时候就别想像现在过那么逍遥了。哎，妹妹，没关系，我只要有饭吃，不挨打，不挨骂，哎，有空还能跟你聊聊，哎，什么苦我都能吃的，哎，真的。好，那咱们一句话。哎，谢谢，你别骗我啊。不会的。睡吧。哎，哦。哎呦，别垂头丧气了，天天早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的嘛。可是，一天两天都过去，连人影都没看到一个，哎。 跟人家道歉，跟人家道歉。哦哦哦哦，别胡扯了，哎妈，敢泼我水！怎么想勾引啊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是故意的，你们天天不是故意的，那我活该倒霉啊！给我下来！喂喂喂，欠都到了，你还想干嘛？对啊，怎么样？已经对不起这两次了，那么简单啊？带我上去，把你们打得小狗一样的罚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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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子。你看，那那那。是，抱歉抱歉抱歉，姑娘，抱歉啊，姑娘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，哎，这个鞋子我会还给你，鞋子是我的，不会吧？那天我在石头上不小心踢下去的，还给你啊，还给你啊。那天我把鞋子搁在身边，不然我怎么走路回家的？啊，这不。不过没关系，总算是相识一场啊。我呢叫江水生，不知道姑娘您贵姓芳名啊？是是是，我知道是唐突了一点。是我没有，你们叫我讲。痛还没事啊，这关荣这里给他咬下来啊！哎呀，那走啊，那走吧！姑娘，那姑娘，哎呀，又不见了啦！怎么不？什么东西？他到底跑了？我给你上，我给你上药。不，兄弟，这是胎记了。胎记啊？怎么那么奇怪？胎记红红的一大片啊。这哪有什么奇怪的？还好是长在那儿，要是长在脸上，那多胖人啊！哦，张师弟啊，哎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伤？我帮你擦擦药吧。我没伤。哎呀，这个，你看好端端的衣服都破成这个样子了，真是的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明天上街我再给你买两套。我知道你的钱花不完，可是也别这么浪费嘛。你明天到旧衣店随便捡一件就行了。哎，你日后我一定跟我爹很合得来哦，因为啊，你们两个人把钱都看得好紧好紧。哎，哼，你呀，就是不知道生活艰苦。哼，是啊，我是没见过多少世面，但是呢，我给家里头关了这么多年，天天看书，天天想，也被我悟出一个道理来。什么道理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人生在世不过短短几十年光景啊，不要跟自己太为难，最好就天天高高兴兴、快快活活，这样过一辈子不是很好吗？啊，对不对？看你讲的轻松了，刚刚一转眼不见了意中人，我都没看到你快快乐乐、高高兴兴啊！哼，最懂得揭人疮疤，讨厌！哎。你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呢？难道这是有缘无分的预兆吗？不会吧？哎呀，什么缘分呐？我看那位姑娘她对你一点情分都没有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哎，那天龙母庙呢？还有刚才那个客栈前面，你被人家打得昏天暗地的，她就跑掉了。她如果对你有情意的话，就算不帮忙，也过来看看你的死活啊，是不是？女孩家通常比较胆小的。胆小？这个世界上有人比我还胆小啊？我都过去帮忙了。哎呦，我看你啊，死了这份心吧。哎呀，说你不懂人情世故，你就是这个样。我跟你说呢，她一定是好人家的女孩，她看到我前两次模样，一定认定我就是个浪荡子，所以总归一句话，都是我不好，
所以我更要把他找出来解释清楚的。还要找啊？那当然了。两斤瘦肉，三斤骨头。喂，老板，两斤瘦肉，三斤骨头。喂，卖肉啊！两斤瘦肉，三斤骨头。都是你不好，我们兄弟俩这么睡得好好的，没事还买什么肉啊？他们睡不下去。哎呀，你们不做生意了？对，要买肉别去买，怎么样？好嘛，大家关门好了，走。哎，这边，这边，慢点，慢点，我马上切肉给你啊。不必了，扬州城又不是你们一家卖肉，哼，哪料别家买去，呸！哼，哎，这边，这边，哼，你个兔崽子，你为什么把我的客人催赏出门了啊？哎呦，爹，你早知道我们俩不习惯做这一行嘛，对，没事，我们俩守在这边干嘛？啊，累死了，累死了，哼，气死了！爹，爹，啊，你回来正好，我们回家去了哦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走走。张总，你们两个除了会吃饭睡觉以外，还能做什么啊？对对对对，爹。你不提还忘了，我们还没吃饭呢。啊，对对对，拿饭钱，拿饭钱。钱、哎。嘿、哎、嘿，一人只能拿一个。自己爹。哎哎，等着我。哎，老板老板，我帮你做什么送到嘞？哦，我忘记忘记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马上给你送过来。快快快，来不到齐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老总找的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叫烧鸡来吃。哎，真的，江江总，哎，你还坐这干嘛？还不跟我回去？走，走啊！哎，给买一下。你这算什么？你当初不是说了，只要他跟我走，就永远别回去啊？呀，我跟他是父子一场，这是给他一次机会，不行吗？啊，你试下来过个关回去，要不然改天你饿死在街上逛，我连看你一眼都不肯。走，走啊！你那么粗声大气要干什么？大声了不起啊！董源、啊，你的声音一定比他更大，你去跟他说，说你不跟他回去。啊，去啊，去讲啊！去，你怕什么？去去去！去去去！啊，我不回去！烦了烦了啊！到底我是你老子，还是你是我老子啊？怎么对我这样说话？什么老子不老子？你是他老子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谈过他没有？嗯。你让他吃饱穿暖过没有啊？你要不要好好教养过啊？没有，你就把我当驴当马，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。你想叫我跟你回去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就算讨饭，我也不会投你家去的。你不回去，你不要后悔啊！我走了。哼，好好好，好，这样才是男子汉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怎么了？我实在是太痛快了，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咱们喝一杯好不好？祝贺你从今以后脱离那个老乌龟，好不好？来，干死小杂种！早晚让你吃到，我不是好惹。赵老板，到哪儿去了？生意都不做了。我刚刚出去办点事情，哎，兄弟，是不是要肉吃啊？肉当然要了，这个月的韭菜钱准备好没有？这生意不太好，而且我手头啊又不顺，是改天再来一趟怎么样？他妈的，你说这什么话呀？大爷，我哪有这闲工夫？改天再跑一趟，快点拿来。不用钱我拿什么都给啊？这没钱想办法，没钱你还那么大声啊？你找死是不是？谁找死？谁找死？喂，好，我们今天打谁给你打的？干嘛？干嘛？小混蛋，每天来敲钱索肉，还推你老爷啊？老虎不发威，你把我当病猫看了？要钱没有，杀猪刀一把，怎么样？赵老三，你走着瞧，老子啊，早晚叫你不得好死！走走走！好啊！哎，爹，你真是厉害，三拳两脚把两个兔崽子打得屁滚尿流啊！还说呢，你老是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，也不帮忙一下，
哎呀，爹，你刚刚在大显神威的时候，我跟哥哪敢吭一声啊？对呀，说的也是啊，还狡辩。人家说生两个乌龟蛋还可以吃两口，生你们两个没个屁用。不做生意了，收摊了。好啊，爹啊，今天剩好多肉，每天这样子多好啊。好个屁啊，这是我们的老本，要是每天卖不出去，每天扛回去的话，你们两个吃猪粪呢。你们两个每天好吃懒做啊，将来这个店关了，那你们两个吃什么玩什么啊？爹，你叫中原的蠢小子回来不就行了吗？省得我们父子三个人做那么辛苦。他要肯回来的话，我那么生气啊，现在有了姓江的在后面撑腰啊，不听我的话。好了好了，收了收了收了。赵老三，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欠我的钱不还，还敢打伤我的人。丁经理，您误会了。哎，这几天我生意不好，哎，我叫你兄弟过两天再走一趟，他不答应，哎，还把我打成这个样子，逼不得已我才动手的。逼不得已？哦，这个我明白。你跟我作对。别怪我逼不得已，给我打！经理，你听我说，我帮你一条财路，你要不要听啊？什么财路啊？最近城里啊有个小子，他身上钱很多很多，您只要攀上他的话，您用之不尽，花之不完。哦，会有这头肥羊啊？有啊有啊，就我那个三儿子啊，您见过那个？他常常跟他在一块，在荒大街的那位啊。好。这回我相信你，如果你敢骗我的话，你们三个人一块死。走，沈爱，打你！哎呦！怎么样啊？没有啊。哎，再到前面看看。经理啊！哎，大人，经理啊！经理，杨超蜜。抱歉。中原啊，你，我，哎呦我的妈，这么快你又吃上了？好吃好吃，老板，再来一碗面啊。好，马上来。哎，中原，后面有三个人不太对劲，你看，在哪里？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哎呀，不行，事情真的不能没事，走了啦，中原，走，哎，老板，你也在这儿啊。哎，干什么你？快点，这边，让开呀！哎，等我。干嘛？小子，我们是求财，不是求气，你懂了吧？快！站住！
哎，贾少爷，您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？怎么办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嗨，到底什么事儿嘛？我们刚遇上强盗了。啊？遇上强盗？哎，有没有什么损失？损失银两全该抢了啦！啊，全抢了！哎，你我说嘛，这少年得志啊，语无伦次的人，就算有钱也享受不了一辈子啊！啊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哎，我来看看我这个又傻又蠢的东西啊，看他要不要跟我回去啊？怎么样？你的靠山现在身无分文了，你只要不想跟他去讨饭的话，就乖乖的跟我回去啊！哎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就摸上门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们被抢的啊？这，哎，我哪知道你被抢啊？我只是顺道过来看看。哎哎，你怎么风光，怎么不可一世啊？啊啊！哎，你看看他，言辞闪烁，眼神不定。哦。一定是你去串通贼人来暗算咱们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不要血口喷人的啊！什么血口喷人？咱们先去告官，再说。等等，您要告官，您得先把房退了，您别把小店牵扯进去啊！对，你不要听他的，他说什么富家公子，他明明就是个骗子，一看混不下去了，就说被抢了，还要陷害忠良。哎，忠良？你是忠良啊？你不撒泡尿照着自己什么样？好了，不跟你胡扯。小张总，你跟不跟我回去啊？干嘛跟你回去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咱们先告官再做打算。走。扬州城这么大，那几个强匪又蒙着脸，我们又认不出来，那告官有什么用啊？我看你还是回乡吧。不是，扬州城没钱，很难过日子的。不是。爹，中原，我跟你一起回去，可是你先借我5两银子，好让水生回乡做盘缠啊！什么？叫我给钱给他回乡？呸！你满儿子没有你？哼！不，你当我是借的吗？回去我做牛做马，我也心甘情愿嘛！哎呀，你只算一匹蛮牛野马。你哪值得了5两银子啊你啊！等等，他们俩昨天还有饭钱房钱都还没算呢。你关我什么事儿？你不要想在我头上动脑筋。你呢，要么就跟我回去，有饭给你吃，有房子给你住；要么你就跟他啊一块去讨饭还债。你不给水生钱，我死也不回去。有福的时候我们已经一起享了嘛，有祸当然我们一起当了啊。周瑜，你真有义气，怪不得人家说患难见真情啊。你最混蛋，平常只懂得逢迎拍板，你什么东西啊？我一生有难你就忙着催租，我平常给你赏钱没有10两就8两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你看着我，欺人太甚，落井下石，你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要跟我指指点点了，今天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你有钱撑腰，今天你啥也没有，你晓得什么？你是不知道我的底细，贫贱将富贵，听过没有？城中多少大老板还要跟我爹借钱呢？张少爷，小人永远不是泰山，永远不是泰山。你认为是泰山不要紧了，我问你啊，运通筹办专站长知不知道？那是城里边响当当的大户子，我当然知道了，在富人礼上嘛。富人礼啊，好。哎呀，中原，咱们到筹办庄去，不要说5两银，500两，他们老板都给我们。走，真的啊？走。江帅，你慢走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把那老乌龟赶出去。就你，是。林老，请吧。走。你是江富贵的儿子？当然是了，我本来就江富贵的儿子嘛，怎么我不像吗？那你说，我怎么不像呢？我本来就是啊！哎，你骗谁呢？胡选，你给我滚！哎，周老板，我真的是快点！周老板，我真的是江富贵的儿子啊！我告诉你，江富贵的儿子，他就从来不让他出门，你骗谁啊你？
你还不管？哎呀，好好好，你笑什么笑啊？我是江湖贵人。哎呀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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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哎，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富豪江富贵的儿子啊？不是，我是玉皇大帝的儿子，因为犯了天规，被贬下凡间，现在历尽劫难才能重返天宫，你明白了吗？哎呦，是谁的儿子都不打紧啊，你就别再认那个江富贵的儿子了。哎，这次人家已经放狗，咬得我们鸡飞狗跳了。下次放老虎怎么办？哎呀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是真的没有钱了，客栈也没拔得住了。喂，你也想点法子吗你？原来是个算命先生住的，他死了以后就变成废屋了。这是人住的屋子吗？这里这个能住啊？不要钱的地方，我只差这一间了。你要是住不惯，那你回去求你爹啊。不行啊，步云到现在没有给我消息，就知道我爹还没有退婚呢。现在回去给他数落是不要紧，不过要我娶那头大母猪，我宁可坐在这边受罪算了。不过婚期我是誓不回家的。哎，那可是你可是什么？你以为我不敢住这种地方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看错人了。我觉得这里还挺新鲜刺激的，我们只要把它收拾收拾，上面把它修补好，是一间不错的房子来。这修补也要钱的呀，那我们就去赚钱吧。我们我去赚点钱就算了，你我在家闲来无事就博览群书，不是我夸口，我看的书比你扛的猪还要多呢。啊，那什么举凡琴棋书画啦，衣补星象啦，这些。刚才你说这个房子住的本来是算命的。有了，相不看不发，相不磨不拉。小弟今年七夕命理，上官五行十相，有没有要解签的？哎呀，夫人，要不要解签呢？小弟新章筹兵，凡解签者可得优惠，免费看相，免费看相的啊。小弟今年七夕命理，上官五行之相。哎，夫人，我们家的不安，人口不利，重邪祟，逢凶解难，我神算子为你指点迷津的啊。小弟今年七夕命理，上官五行之相。有没有人要解签的，要看相的？
啊！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吃饭呀！我像骗子吗？嗯嗯。那我像坏蛋吗？嗯。我是不是像胡言乱语的疯子啊？你呀，就是不像算命先生。哎，你看看人家算命的，哎，满脸都是胡子，看起来就像个读书人。哎，你呢？哼！有了，终于，我明白了。我们明天再。哎哎哎哎！怎么干嘛？你还不死心啊？哎，算了，哎，我看啊，我还是劈柴赚钱去，哎，最起码还可以赚点，翻点钱啊。不是，哎，中原，你听我说，中原，中原，听我说，光你去劈柴赚的那些钱，我们只够天天吃腌鱼了，但是腌鱼吃多了会长脓疮，会死人，真的。所以啊，为了我的性命安危，你帮帮我嘛！帮帮我！别慌，装的若无其事样子就好了。我怕被他们发现我们招摇撞骗，这可要坐牢的。哎呀，那胡说八道！这边好，哎，只要有人出来，就看到我们了。钟远，你要记住我教你说的话。哦。哎，嫂子，要解签吗？哎，我们夫人喜欢给乾坤子解的签，你让开。嫂子，你要慢慢走，小心胎儿啊。没礼貌啊！你欺负我师父是瞎子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师父可是通了天眼的啊！他只要闻闻你的气息，摸摸你的手，他就知道你的过去和未来啊！哎，想我师父在山东河北一带，人家都叫他活神仙的。哎，你们这些妇人怎么可以欺负他呢？周元，不得无礼哦，嫂子啊，不好意思，小徒失礼了，失礼。请问师父尊号是？神算子。这。你真的开过天眼啊？如果不相信的话，把你手给我。哈，你已经怀了6个月的身孕了。啊？真的吗？你的家庭呢，可以说是非富即贵，但是嫁了夫家呢，就差了一截。不过没关系，你还是一时风足的。你算的可真灵啊！而且呢，你的血足气旺，内藏丰满，你这一胎一定是个男丁。真的？如果你不相信将来生个女孩的话，你尽管去告官，告我这个神算子招摇撞骗啊！哎喂，师父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来的是赏你的。走，师父，赏你的。谢谢。慢走。哎，欢迎再来，慢走啊。哎，好了，学生真了不起啊！哎，用自己赚的钱买酒喝，真的特别痛快啊！是，再干一杯，来！哎，学生啊，哎，这个，帮我算算，哎，看看我将来能不能自己开个猪肉铺子啊什么的，来。怎么，你现在知道我很行的吗？嘿，算什么啊？快！好，我来帮你看看啊。哎，好，不错。哦，你的朋友很棒，有他帮忙，你一定事业有成的。真的。对。不是，你说那个朋友，不会是你吧？是谁我不晓得，我只是照相书上面直接告诉你啊。没问题。那么接下来再，怎么样？别笑啊！怎么样嘛？啊！恭喜！你将来会娶个泼辣女人当老婆，一辈子替她做牛做马呀！啊！不是，不会是真的吧？啊！我真的没想到你竟然是个老婆奴哎！枉费你这么高大威猛，力气惊人！哈哈哈哈哈！这真的还是假的？你是开玩笑的吧？啊！
你算别人都算得那么准，怎么朋友给你一算，你都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呢？认识的。啊，周元啊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替他们算都算那么准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告诉你，独门绝活，李天章。你想那个怀孕的女人，她身边是不是跟这个陪嫁的丫头？对。所以我就推断出她的娘家是非富即贵。啊，有道理有道理。可是你看她现在穿戴啊，完全都没有什么值钱的首饰，这就表示她的夫家一定不怎么有钱，对不对？哎，弄了个半天，你这个神算子算的不是八字命理，是算人家的言行举止啊！这才是真正的算命先生啊！亏我还以为你真的会算了，刚才还被你吓得半死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以为我都这么说就算了？我告诉你，算命先生除了看人要看仔细之外，他还要有真功夫才能在江湖上行走的。真的？你看那怀孕的大肚婆，她的掌纹呢很清晰，所以说我想她一定可想儿孙之福，所以我才那么大胆说她这胎一定是生男孩。对呀。那我真的会娶个恶婆娘啊！水生，这个，水生，你帮我看看，能不能解一下？这个那这个手呢？这个手能不能解这个手啊？也不行，那脚你看看嘛啊！脚要命！下坑了！下！问家宅还是自身呢，大婶儿？哎，人家我还是闺女呢。啊，是。哎呀，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感到你的气息呀，知道你红鸾新江洞，这回名副其实是一位太太的。太好了，那你帮我看仔细点好不好？啊，好。哎呀，果然是丰满五谷，姻缘分至。哎，你赶快请全城的媒婆替你说亲，不出一个月，你一定能找到如意郎君的。真的？啊，是，渔翁撒网嘛，总会捞到一个的啦。姑娘，你别走了！不要跑啊！我还没有问完。问什么问的？你赶紧走！哎呀，我的郎君是胖是瘦是高是矮呢？跟你一样丑啊，笨女人！算了。找到你好苦啊！你看你那半边胡子。是你。你跟上来干什么？你的客人正等着你替他们算命呢。姑娘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不是什么招摇撞骗之徒，我只是前几天财物都给别人抢了，才会出此下策的。真的，而且我算命的时候从来都不胡说八道。因为呢，我从小就博览群书，什么玄术、术数、紫微斗数、面相、手相啊，悬空四化，我全部都懂得的。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发誓啊，我。你发什么誓啊？我又不是衙门捕快要来抓你，你不用向我解释的。啊？哎，不是啊，姑娘，等一下，您先不要走啊。我们在人海偶遇，已经算是非常有缘分。我这个异乡人呢，已经把您当成是朋友了。那我们朋友见面，哪有就躲开的道理嘛？是不是？我们是朋友吗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那就麻烦姑娘您告诉我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因为与人相处最重要就是一个诚字。我上回已经告诉过你了。
我呢叫江水生，是平县人，因为想要博览名胜，所以就出门游览，洗涤胸怀。不知道姑娘您，我啊，我也在博览名胜，洗涤胸怀呀。哦，是是是，还没请教您，您叫什么名字，住在什么地方啊？再见了，神算子。哎，不知道姑娘，你是不是住在附近？是不是？你不是说你精通麻衣相术吗？嗯，怎么你上不出来啊？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？什么东西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世事难料，人间的悲喜，今生无缘，来生再聚。爱与恨啊，什么玩意，船到桥头自然行。且挥挥袖，莫回头，饮酒作乐是时候。Thank you.